那个，昨晚你说的还记得吧？嗯，哪个？昨晚我说了很多。你说要和我复合？哦，你是说昨晚我拒绝郑浩的那个说辞？说辞？我还以为，以为什么？ 以为我真的原谅你了？可是，你对我做出这种事，不能这么不负责吧？<笑>那你以前想过对我负责吗？关爱，我们这是彼此各取所需。我继续上班了。